中国福建南靖龙潭楼，这是我们观看福建土楼的系列之一，大家一起来看吧。讲老公，讲一个但你祖宗，我做厝地方。哦，你算李啥？我姓李。李啊李，伊像因哥哥叫李传胜啊。李传胜了。嘿。李传胜，伊是17代。好，你第几代？我19。哦，安尼哦，哦。啊，你拢住在遮？哦，你扑车啊嘞吼！啊，这厝楼厝敢够有人住？后来有，后来伊都管的人处理就无法哩。哦，安尼哦，伊是政府办。迄一天，为中国的厦门出发。啊，实讲起来吼，我真正是吼，真好命啦！拄好去吼，碰着呢。要去的路上啊，一路拢总伫遐咧修路啦。啊，因为修路的关系吼，所以这条路呢，咱会当个叫做是按摩路，不是小按摩，是全身按摩。吼，规路颠沛流离，足可怜的。好啦，我们已经到达了漳州。啊，这漳州人咧讲话的吼，甲咱宜兰腔吼有一点仔像，啊，不过宜兰腔较重，也是同款的，食饭配卤卵，面圆圆，心酸酸。哎，所以这真心笑吼，咱大家吼来甲看一下啊，这漳。